兄姐妹，你预备好来敬拜我们的神了吗？阿们，哈利路亚，有神真美好，他满有慈爱，满有怜悯，他对我们主啊，他对我们好直到万代，好不好？拿出你最大的热情来敬拜他，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我们要最热情的态度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向他欢呼，来赞美，来迎接他，一二三，哈利路亚。来敬拜你，来敬拜你，你是主，来敬拜你。
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大声的唱，有你瞎眼能看见，带着信心宣告，生命能改变，我必信心而活。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没有，在你绝对没有难成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一起拍手。是主你与我同在，在你没有，在你绝对没有难成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大声地唱，凡事都有可能，星星的眼睛。跟旁边的人讲说，在我们的神凡事都能，在我们的神凡事都能，阿们。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一个口号而已，不是我们在这里喊一喊很开心，而是我们从内心里面，我们深深知道，在我们的神凡事都能，阿们。他是那位伟大的神，他是那位掌管万有的神，他也是那一位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献给他，来奉献，来跟随他的神，阿们。好不好，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今天在主的面前，
把这首诗歌当成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你爱是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的火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的火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知心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我为你转动。你爱，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知心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举起双手唱，让我为你，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永不放弃，就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知心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今天每一个人，我们的宣告就是：主，让我一生为你而活。主啊，让我的生命完全奉献于你，同声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呼求。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使用我，让我单单为你而活。一起唱，转动的梦想，转动的梦想，实现着希望。我已看见。世界绽放，让我为你照亮。转动的梦想，转动的梦想，实现着希望。我已看见永恒的光芒，光芒在我心上，在世界绽放，让我为。主啊，我要为你站立，永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知心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
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栖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活出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上帝，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的生命要单单交给你。主，让我不再为着自己而活，而是天天为你活，天天为你活。主啊，即便有软弱，即便有挫折，有困难，但是就像你爱我们一样，你不放弃的爱我们，我们也不放弃的来追随你。上帝，谢谢你今天喜悦你众儿女在你面前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阿们。阿门，路亚，阿门，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我们要能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你是我们的贵宾，等一下我们数到三八分，你可以从座位上面起立，挥挥手，我们想要来认识你，我们想要送你一份的礼物。在网络上面的也是，如果你加入我们，你希望能够加入我们的小组，希望能够被关怀，在网络上面你叫留名，你写下来说你想要被这个被探访，你希望能够加入我们的教会，留下来的话我们也会来这边探访你。所以好不好，所有的新朋友请你准备好，让我们可以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你到我们的当中。准备好了，一二三，请新朋友起立，欢迎欢迎。 Well， 在那一边， Come on， 过去热情一点，热情一点，在上面也有，看台区也有，看台区在那边也有， Come on， 弟兄姐妹过去给他握手一下可以吗？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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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今天刚好也是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欢迎所有受洗过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主的饼跟主的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麻烦你耐心等候，像刚才上一场的聚会，一聚完会就有人出来受洗，所以今天当聚完会你希望能够受洗，能够加入在这个大家庭，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你。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就请你耐心等候，聚完会就可以帮你受洗，请服侍同工可以到前面来。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请所有弟兄姐妹起立，耶稣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众人舍的，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饼。
喝这杯之前，先让我们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今天早上一来这边，好开心，因为好多的会友就来跟我讲，有人跟我讲说他怎么样子，医生说他本来是肿瘤需要开刀，但是上帝怎么样子医治了他，那医生说你可以走了，不需要有任何的治疗。 Amen。 有一个孩子来跟我说，上次他来，他整个的这个嘴巴的这个关节发炎，是整个肿起来，然后早上我们祷告完就立刻就得到医治了。 Amen。 刚才有另外一个姐妹来跟我讲，她当时候怎么样子在医院血氧整个低到，然后她的血压血氧因为得 COVID 在医院，她爸爸怎么样子又被气爆，就是这就一个意外，但是上帝怎么样子带领他们度过，祷告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子陪伴着他，让他身体得到痊愈，他的爸爸的身体也得到痊愈。弟兄姐妹，就是这宝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因他的鞭伤我们要得到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要得到救赎。在这一边你喝这个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不是只是一个的象征，是你要纪念，要记得上帝所做的，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位。耶稣谢谢你，你的宝血大有功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医治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恢复他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祝福，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拍手把歌给上帝。 Amen Amen， 热情一点。 Amen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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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弟兄姐妹坐下之前，看看你的四周，看看四周，会堂里面充满来敬拜上帝的人。 Amen。 弟兄姐妹请坐。啊，家人团聚真好，跟你旁边讲说很开心坐在你旁边。